大家好，我是 Grace。 今天这期节目呀，主要是来谢谢忠实的粉丝们和各位朋友们对我这个频道大力的支持啊！历经11个月的时间，我这个频道终于达标了，终于通过了审核，当然我自己非常的开心啊，也非常的谢谢各位朋友们啊，粉丝们一直以来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没有你们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关注啊，我没有动力走到今天。所以今天要特意录一期节目，是要谢谢这个粉丝啊和各位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我呢设想是为了就是表达对粉丝们啊一直以来对我的这个关注，开2堂免费的这个京剧课啊，就是这个课呢主要是讲这个旦角怎么发声啊，还有运气呀，还有就是如果各位朋友你们会唱的话，想让我指点一下呀，啊，这个想这个让我听听你们的发声对不对呀，都可以参加这个免费课。这个免费课呢也有一个条件，那首先呢你们要是我的这个粉丝，就订阅了我这个频道，你们可以在留言区就是留言啊，想参加这个免费课可以留言给我，那我会想办法把大家加在一个群里边，这样子安排一定的时间啊，合适的时间给大家上2堂免费的课。非常欢迎这个我的粉丝们来参加这2堂免费的京剧课，我也非常非常的开心能为这个我的粉丝们上这2堂免费的京剧课，真的是表达我对你们衷心的这个感谢。也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支持我的频道啊，支持我们的国粹艺术，希望我们的京剧艺术在海外能够得以弘扬和发展，感谢各位朋友，谢谢。